哦，他会讲日文啊，如果有什么需要翻译的话啊，真的。如果你有什么中文不会讲的，好吧，你就可以问他。哎，会讲日文。嗯，我很会翻译啊，他交过日本女朋友。交过几个？要聊那么细吗？不是，要看他会什么语言，就大概就知道。他你敲边鼓嘞你？他教过多国的。都是谁在做菜？爱子做菜比较多。爱子做菜。你来台湾十一年。对。11年了。有喜欢跟不习惯跟不习惯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什么到现在你还不习惯的？很多。比如说啊，很多。比如说呢？我的小孩，两个小孩都是国小了。嗯，对。不是，我觉得台湾的国小太严格了。太严格。太严格。国小怎么是一直？作业很多，写功课，都没有时间在外面跑跑玩玩。我发现就是日本国小生都在玩，童年小孩是学比较重户外学校吗？没有公立的，公立还这么严格，公立的还严格，功课很多。那爱国你是 yakiniku teishoku 还是 yakiniku 冻？冻，冻，哦，冻，所以有饭。那这个要干嘛？miso。味噌汤，味噌汤，哦，还有味噌汤。最喜欢台湾的什么？除了周杰伦以外，没有了。你最喜欢什么？是什么菜啊？他那块台式给的什么？啊，包子。包子，包子吗？小笼包、马包、小笼包也喜欢，还有肉包、饺子、锅贴。但是日本的话就是饺子配饭的定死。对对对对，饺子配饭，吃白饭配饺子。对啊。日本的东西实在好，很好吃。可是我觉得相较之下，台湾可能更多哎。可是日本有很多东西，你到当地吃，你才会有那个味道。对啊，是限定哇，当地吃才有那个味道哦，才有那个氛围感。这个可以碰热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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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当然耐热材质，耐热材质。你要不要这个？爱狗，爱狗，爱狗，再来一个。啊好，专家专家，我还没切豆。哦，他会讲日文啊，如果有什么需要翻译的话啊，真的。如果你有什么中文不会讲的，好吧，你就可以问他。但是讲日文，嗯，他很会，他交过日本女朋友，交过几个？要聊那么细吗？不是，要看他会什么语言，就大概就知道。你敲边鼓嘞你？他教过多国的哦，但日本呢？他在切豆腐咯，注意咯。啊，他在加拿大教过一个，但是好了好了，我没拿菜哟。谁？哎，你加的是什么？你加了什么？海带。海带芽，海带芽，还有一个什么粉？高汤粉。高汤粉这个吗？分布是。哎，我先丢豆腐。可以用那个漏网，筛网，筛网。他基本上他很容易变通的。对啊。他会嫁到台湾来，就是懂得变通才会嫁过来，所以嫁不来都不变通。就是不想改变啊，就是比较不想改变啊。哎，你要离开离乡背景哎，嫁做台湾媳妇哎，很多事要从头开始，不容易。还好台湾不太难适应啊，我们就对，我们对日本人也很友好，我们很喜欢日本人的，我们对住外国人都蛮喜欢。总的来讲，我们就是对外人特别好。我抓烟好了，你刚刚就用那个烧肉酱这样子，是是啊，就这样。但是你的锅子不热酱好吗？牛肉你应该锅子很热再放下去嘛，低温烹调。我觉得先拿起来。